机器是用这一条来做了，这很奇怪的啊，它要穿过三个，一二三，从这个穿过，穿过去，从第一个而已，一二三啊，一包回来，包回来，当然过去三个，回来也是三个，过去三个，回来是三个。再往前挪，现在换这边，也是一二三，这个拨开来，一二三过去了，包回来，刚才这个第二个哈，包回来，包回来是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包回来。好嘞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要换这一条，换这一条，这一条也是穿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它从后面去，有三从后面去啊，最中间这个有了，这个有了，中间没有，中间包回来。当然也是三二一哈，你看这个是一二三嘛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包回来了。我们这边往旁边一拉，旁边一拉，好，我们就可以来做微调了，拉进来。好，换这边，推出去。这边好了，换这边啊，换这边，换过来，拉进来，退，这个拉个而已，退，好，这两个而已的。那边挑的话，我们这个中间这个团颈啊，还是不要给它松掉啊，不要给它松掉。好了，我们来挑这朵花了。这朵花就拉进来，调过去了，换这边，退过来，还不够，再退小一点，好，换拉这边，是这边，拉过来。好，调好了，把这线收回来。好，这条线再收。几乎这一边可以了，换过来，换过来，我们再调这一朵花。这朵花调，没调，再调，好，好了，这个线拉回来。一二三，在这个穿的地方拉回来。好，我们粗条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可以再微调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再做一朵啊，一个包起来，穿过去。穿过去，包回来，穿过去，包回来。好了，这一朵有没有把它变出来了？
那经过比较精准的去调，调到什么？这个哈，这个都一样大，以后调好了，我们就再绑一个流苏，啊，就变成这个样子啊。好，谢谢。